哎 ，Hello， 钓鱼们好啊，好久不见了，今天又出来钓鱼了。我们这里也降温了，今天我们到这个地方钓一下，刚刚过来啊。今天用6米3的龙鹰三代，现在降温了，我就想着用长杆钓一下，看一下。先打个方块钓。哎呀，打进了！刚好这包饵料没了，在这里洗一下。哎呀，我去，什么鱼？哎呀，一来就黑漂。挂的啊，这第一条鱼啊，来了。阴天口居然这么好，我想的应该是没口啊，下去就有口啊。小鱼啊，来，什么鱼？看一下啊，小马卡，咦，下去就有口，发窝了，现在中午来了，哎呦，这种口居然没中啊！其实看，来，我就感觉中鱼了，中鱼。咦，小鲤鱼啊，它只要我们就打那个下洞消失的口就中鱼了。今天我们鱼就先不要放生了啊，今天我们鱼就放在这个鱼桶里面。来，哎呦，这个鱼都来了，看一下这什么鱼，罗非呀，居然都来罗非了，天气这么冷还来罗非。是一样啊，哎呀，钓了没劲啊，我都不想钓了，哎，全是这种鱼。
下就来个接口，这一定是小鱼。来，我就抓你这种抓你这种苦，就是小鱼也会中的。嗯，还是一样啊、哦。